黏糊麻辣烫啊，姐妹们，煮了一袋，放凉了，它有点泡张了。来啦，其实你刚出锅，它没有这些，它是一吸收汤汁格外多了。哎呀，好吃！这里面只有那个荞麦冷面和那个调料啊，这个火锅丸子和菜是我自己加的。好吃，小油菜，舒适，拜拜。当当了当，卤蛋呀，姐妹们，这个是跟卤肉一起卤的，是两个鸡蛋呀，姐妹们。蛋黄馅的。干嘛腌的慌？今天怎么回事？原来吃鸡蛋不噎挺啊，今天怎么感觉吃鸡蛋噎挺了呢？爆肚粉啊，姐妹们，两桶爆肚粉煎了八九个鸡蛋，冲泡的粉里面，这家的爆肚粉是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，其次就是他们家的花甲粉，分量大，味道好，我这是用了个大碗，哎，这是两桶的量啊，170克爆肚粉，
除了价格贵点没其他毛病。来一口吧姐妹们。妈巨香。这个汤底里加了麻酱，增香。要不说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价格贵一点有贵一点的优势。长腿他们家的粉，他们家的粉的名字叫我的天哪。肚儿，这个是个真肚，不是假肚，但是是吧，分量小。满足了，拜拜。酸辣粉配炸馒头片啊，姐妹们，把酸辣粉倒碗里吃，红薯水晶粉啊，这粉一箱六桶，泡两桶吃就行了。我饭量不是很大，因为还得吃别的。刚才炸馒头片其实炸了满满一盘子，让我偷吃吃了好几片来着。那红薯水晶，嗯，妈妈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好酥脆。妈，这俩在一起这么搭配呢？切的薄薄的，炸的脆脆的，嗯，妈绝绝子啊，姐妹们，这小玩意儿咋这么好吃？酸辣粉正好解油腻。嗯。
满足，没了，拜拜，等会儿见。